今天是我跟师傅拜师学艺整整一周年的日子，是准备了这些食材，孝敬师傅，请师傅的团队还有我的团队一起吃饭，热闹一下。有龙虾、蚕油、海参、鲍螺、帝王蟹、椰子螺、小馆、章鱼、黄花鱼、大刀鱼、金鸡鱼、鲳鱼、大带鱼、佛跳墙做汤。今天由我自己来下厨，那我现在拿去处理一下。 师傅一定要多吃，谢谢。我这个汤已经馋了，这个玉石螺炖汤，十一十二十三，哇，十三道菜，十三道菜，煮了3个小时，从2点厨房下班煮到5点厨房上班。很脆，这火腿肠也尝一下。 哦，很鲜。敬三个师傅一杯，感谢师傅，真的学到了很多，而且师傅是一个非常好的人。感谢阿贵，感谢阿强师傅，每次在这里拍的时候，你们都有帮助我，谢谢哦。你们觉得我可以毕业了吗？可以，可以毕业了是吗？ 我们专对面开一家饭店，以后不要砸饭店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的，我是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的，师傅。我要是有开饭店，也肯定要拉师傅入伙的。可以可以，以后开到平台去。 这一年真的是来了很多新的小伙伴，注入了很多新的学业，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，每个人都还在，都得到了超过自己预期的回报。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啊！师傅，师傅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因为有些女生哦，她们对着镜头就不好意思下筷，那我们就这样吧哈。师傅，你对我的厨艺进行一个评价，接下来我好好再努力。今天做的特别好，等下我要盖章，毕业证盖章。好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哈，拜拜。